开始吧。按照惯例，判断一下自己的位置。海龙船在这儿。先往上走看看，看看这个木板是能过的不能过的。能过，可以。走。这里可以着重练习火系法术，敌人都比较怕火。就按着顺序往顺时针这么绕吧。干嘛的？单体回复100点 HP。之前80点那个道具可以淘汰掉了呗。虽说那道具我也没用过几次。啊，往这儿走可以。直接用了吧，给菲娜用吧。
还倒着跳，海马，像话吗？海马。菲娜的二级 MP 还剩六点。练练这个吧。往左走就是打 boss 了，先去拿道具。了解。泪之宝石，它不是装备吗？我方单体回复三点 SP。哦，它是这么用的呀。然后它有可能恢复了几次或者几十次之后，它就会自己坏掉。原来是这样。
新技能。看一下新技能，闪雷，也不是三级啊，不会是一级吧？这个，很管用吗？糟了，忘了自己在哪儿，还得往左吧。OK， 要往上。对了。回血的那个吗？留着吧，用吧也用不太上。病了。正好。就你们两个啊，1级MP 也不够了，但一会儿可以把那几个药吃，那药是真的没有用。拿完这个之后还剩最后一个道具了，拿完之后就可以去打 boss 了。哎呀，直接用了吧。
分配到这儿，体力加一，给贾斯汀用吧。有点疼啊！无所谓，马上上船了。在这儿，180块钱，最后一个道具到手了，回船上补给一下，然后去打 boss。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存。行。这块有一块板子，不知道能不能过去。不行，那还是得绕个半圈左右吧。走这半边吧，这半边的怪物打得比较干净。哎呀，过了鸟瞰点，然后往外围走。好烦啊，我这不白补给了吗？用 SP 技能吧， SP 有恢复药，贾斯汀用一级。
偷袭吗？啊，听这个音乐不是偷袭。准备打怪，SP 的药，走吧。把头顶那个杀了，头顶那个会诱惑贾斯汀。燃え尽きろ！
只要不让我重新走一遍这个地图，我管你这个岛沉不沉。谢谢香蕉会是游泳的螺蛳粉送的五个香蕉。谢谢卖鱼强城太郎送的一个哥哥。哥哥是什么？又出新礼物了吗？谢谢梁老板送的香蕉，谢谢厂工送的哥哥。到东艾伦西亚了，又是一个新的大陆。进入到游戏的第三个部分了，好长好长。在原版上面的话，这块就是第一张光盘结束了。谢谢情人向善110送的五个香蕉。这块就是第一张光盘结束，开始第二张光盘了。我玩了一整张光盘的内容了，已经。感谢赵伟哲送的香蕉，强制保存了，因为原版在这儿的时候该换碟了。走吧。好，战斗音乐都变了。这是火。燃え盛る炎よ。还挺有效的。经验值也挺多的，一朵花。哎，哇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呀呀！哎呦，也是偷袭！哎，
身体好像没什么异样，不是什么 debuff。雷神之怒。哦是。送门，行吧，有点硬核这个山送门。这又有一个会飞的草进来了。这好像是快到出口了，先不往这儿走了，先去别的地方探索一下。血量有点微，用魔法吧。偷袭。还好我的二级这个火柱练到了瞬发。差一个190块钱没拿，无所谓了，不拿了。哎，我这是不是走出来了？那我岂不是可以拿到这个190了？
拿吧，来都来了。随便用一个吧。然后再被 B 这个花吐出去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进来了，哎呦天！走，哎，哼，十块钱恢复的话，我感觉还可以，可以接受，不算是奸商啊。他没掉血吗？掉了个头盔，看看这个头盔的属性。区别，给菲娜也换上吧。
这算偷袭吗？服了。二D人物的判定点实在是太不精细了。到底是一个都没躲过去，都得打。对，是这儿，往上走。你就不问我要去哪儿，就这么自顾自的就跳过来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研究研究研究，没有，我这才打完第一张碟，还有第二个碟呢。这是正经的三 A 巨作，这可是。哦，原来这个草会动。直接用了，很酸的种子。复活药。
红莲剑，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走去第三，不讲武德了啊！红莲剑，单体。陷阱。この森をわらわらさらだ。どこからか声が聞こえる。この森は神のものだ。命が惜しければ今すぐ去れ。やいやいやい。誰だか知らないけど言いがかりつけんのやめろ。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なら隠れてないで出てこい。臆病者。俺が臆病者だとは。ざけんなよ。兄ちゃん、さっきオイラが言ってたのは。ああ、兄貴、よく知らせてくれたな。ご苦労ご苦労。バカ野郎、お前たち卑怯だぞ。私たちは冒険者なの。旅の途中でこの森を通りかかっただけよ。ほら、女の言うことなんか信じねえ。なんですって。こいつら、塔の奴らの仲間に違いないよ。村に連れてって縛り首だ。この野郎、なんなんだお前ら。俺はカフーのラップ。どうやら痛い目に遭わなきゃわかんねえらしいな。なんだよ。やるってのか？おい、おめえらは村に戻ってこのことを若い連中に知らせてこい。うん、わかったラップ兄ちゃん。汚ないぞ。一対一の勝負じゃないのかよ。ブルってやんのバカ。心配すんなって。村の門が来る頃にはおめえはすっかりおねんねさ。ふざけんな。ぶちのめされんのはお前の方だ。うわー、兄ちゃん助けて。どうした、兄貴。ランク兄ちゃん。海のいい奴らで、てめえらの命ひとまず預けとくぜ。はい、先去下边拿东西。走，打 boss 去。
木头，木头应该很怕火吧？燃え盛る炎よ！100億バンドだ、オラ！感觉雷法更好用一点。贝娜速度也太快了吧。哦，原来贾斯汀还睡着，难怪。呵呵，那没事了。哦，你怎么就入队了呢？好自然啊。Thank you.
走吧。哦，指南针不对。大概知道自己的方位了。先走后面那朵花。出去啊！出来了，不是事儿，应该是事儿。这上面有一袋钱，有没有啊？有前提。
盾牌。不怎么样。走，进村。这个是武器店，完事儿了，完事儿了，准备走剧情吧，有点费时间了。这是要爬进去吗？建筑风格有点奇怪。在村子的北边，上大地图喽。猝不及防的就进来了。忘记恢复了。
么都干了，唯独就往回写了。燃え尽きろ！隠れても無駄だぜ。又是脑子一热呀，我真是服了这个男主了。怎么可以把角色塑造的一点魅力都没有呢？所以我不喜欢玩这种小屁孩当主角的 RPG， 像那个《异度神剑》我也不喜欢。他可能有他的魅力，只不过是我理解不了的。全等闲必上限加一，给菲娜吧。这里有怪物吗？有点疑惑。好，刚说完。学会了天空剑，
不洗很烦，他们还都散开了，那我就用三级了吧。原路返回，原路返回吧。左上角有一个守护之种，不想拿了，直接进塔吧。下边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，没拿成，算了算了，不拿了，不拿还不行。
来了。这里有个这个东西该怎么拿？要打 boss 吗？我还没恢复状态。拿走！天呀，个子！例のナバスの女が。ふざけんじゃないよ！ぶん殺してやる！な、なんなんだよあいつ！目が普通じゃないぞ！ふ、やっぱ切れてやがったが。ただで済みそうにはねえな。おや、カフー人までいるようだね。連中と手組んでたってわけかい。なんだおめえ、誰がここの仲間だって。ふざけたこと言うと、しまいにぶっ殺す。うっ、こ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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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ま、逃がしはしないけどさ、この体で思い知りな。还好打人没有想象中那么疼，我也就用平 A 打他吧，反正他也只会平 A。 我是想拿道具啊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触发剧情了，我不想打他的。男女混合双打，受到伤害瞬移了。
原来存档点在这里藏着，难怪我找不到。OK， 准备爬塔。这游戏里的塔真的好多呀。它这个是个奇怪的结构，它是个圆形结构，这个塔。不会又要搞什么机关之类的吧？是从二层出来了，但是得把这个门打开啊。哦，这应该怎么开？这儿吗？啊，这太强了！35级，有点厉害了。好复杂的结构啊。
么视角？视角怎么了？萌え気まえ！来でに行くよ。隠れても無駄だぜ。へへ、どんなもんで。谢谢香蕉会是游泳的螺蛳粉送的一个加班。谢谢梁老板的加班。还有加班的时候呢，哦，原来是这儿，这儿能走到外围了。630二阶，那这应该是210。拿到手了，可以去原路返回了。一楼的大部分东西都拿到了，那左半边的大部分东西。有两个门吗？
这是疾病状态，用不上，拿着吧。绕来绕去的回来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上二楼看看去。这已经就在内圈了吗？这还有房间呢。哦，这是从这儿能直接进来啊。在这儿啊，都打了算了。
相手に行くよ。这应该是正确的路，刚才没走过这儿。怪是真的多。这是破坏了破坏了哪个机关呢？ A 吗？哦，上去看看是二楼的机关还是一楼的机关，哪个机关开了？是一楼的，回一楼吧，一楼的机关开了，那从这儿可以直接回到初始地点了。嗯，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的猜想是不对的呢。哦，上右边。哇哇哇，搞什么？哇哇，好疼好疼。OK， 现在可以去二楼了。不会又得原路返回吧？哦，断了。可以。现在去二楼。是不是可以从这儿直接上了呀？嗯，可以。上三楼。开关。是什么开关？我也不知道了。来的你哥。我已经看到一袋钱了。
哎，过不去，只有上下两个门吗？无所谓喽，反正是全自动。明白上面那个灯是干嘛用的了，上面那个灯是用来控制这个门的开关。像这个门现在就没开，里面有钱。开一个的话，东南的房间开门了，这儿本来就是开着的呀。那我把左边那个开了，右边那个关上试试。没什么变化吗？两个都开开。
这个门开了，为什么又有一个门开关啊？这个开关的话，西北和东北。左边这个开了，然后右边那个在一边开一边关的话，那就是东北的那个门会开。原来是这么一个结构，其实它对剧情是没有影响的，它只是让你在这里搜集物资。如果要剧情的话，应该上这个楼梯就直接完事儿。一下就过去守门去了，准备上四楼。上面有一个 boss， 打完这个 boss 我就下了，困了，还得剪视频。哎，先恢复一下吧。哦，正北是关上了，因为这两个开关里有一个洞了，把它俩都保持开启的话，正北就开了。回去恢复一下，然后上楼。
盖亚战士左手怕魔法，右手怕物理。他这个左和右，哦，他上面写了 L 和 R。拿魔法轰他吧。这一下，哇，你就死了？不要吧！有没有复活药啊？没有复活药，糟了呀！那你就安心的去吧。又来了，菲娜能不能挺回去啊？吃药吧。回血药都在主角身上吗？自己给自己回吧，奶一口。
かる炎よ。可惜了，有一个人没吃着5700的经验。不是吧，又要原路返回。全都石化了这帮人。可以从这儿下。
还有这种地方。又升级了，从红色变黑色了。这就进来了。这儿。燃え盛る炎よ。
又要打他吗？他竟然是光翼人。刚吃完又吃，OK， 存个档下线。走了走了，困了，拜拜。